下去。哎呀，哎呀，二哥今天可太可怜了，你看，哎呀，赶紧。就中招了。这就出来了。这个速度太快了，是吧？我看见了一个东西，一大块海蜇。那你别打。二哥碰成啥样了？咱那个桶啊？咱那个桶还在那边，就先扔这个桶，等会儿搬过去。用这个啊，别上手。回家我给你们俩凉拌了。哎呀，这海蜇了。蜇人，一桶货，就在这海蜇边儿，就找见了个蛏网眼儿。哎，这个没滋水，是在我这边吧？不是很大，我说。太小就不挖了，叫它再长。很大，大了。走。直接往上拽呀、啊！自己出来。哎呀，也没花哈。没花。要花的我估计快就滋水了。我给你搞点水看，旁边打一个，随便的，水就来了。神经。不行，得铲一下，前面铲。哎呀，又丢了个，这个是不是？我感觉好像不会是两个吧？不会是两个吧？我想应该不会是两个吧？它下线了。刚挖了一个皮子，需要帮忙吗？这个忙你也不好帮呀。丢得太快了，这家伙。全身的劲儿都用在拽这个蛏网身上，完了，就拽一点了。这怎么弄？哟，可是让我使劲拽的有点劲儿，有点大了。哦，无所谓。哎呀，这个挖的有点费劲啊、哦。这个确实有点捏碎了。哎呀，珍珠贝，哎呦。哎呀，这又是从哪儿冲过来的？我先走，就在这边上，这还有一个。哎呀，这个死了。哎，长得这个样子。羊都死了，这两个，这是两个寄居蟹，爪还在外边，不要你。这个风还挺大。哎呀，胖子的日子不好过，再往前走。
跑到河道了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，箱子。听声音不对呀、啊，死了，死了就不要。这是一枚蚬子。哎呀，未钻下去的蚬子，拿着它马上闭口。这个沙退下去了，货都在上头，白蛤。哎，二哥的成果。收成果，天，半天挖了一个成网，哎呀，可怜死了，这个还被跑掉了，光个鼻子，哎，这可以，两毛多，二哥跑了一早上，就挖了这几个嘎，哎呀，这在这个边上。哎呀，哎，给我给我，我拿桶，有点小碎壳，到里边。海葵。入球哈。嗯。挖挖成王，这也是。对。这是一个大入球。这扎根也是比较深这个。就唯一比成王好一点就是，它缩的这个速度慢。这玩意儿也蜇人，有时候。它那个花儿蜇人。哎，肉球球，这是个肉球球。哎，走。这三人行，你看抓了多少？我们这大桶里边有个大海蜇，二今天挖了不少成王，看这个头。蚬子，好，咱回家，这个得让二哥盯着。